在前罪状等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诸先生向前读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训练无住灾难，当时俱迦罗帐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去，等于是在日每转一遍现世临时俱迦无住恨病，一时风雨是故不光，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只是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爱之问世经，三次五次或一起去者，现在数妙安乐未来之时，百千万身长得短真身尊贵家，而是普光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无愧合掌复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大师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及大师愿力，为未来众生前世利益故闻如来巍然定首，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六部佛告普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恒，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愿此菩萨救援借来发大众愿力，以众生是不如等，一愿六部普光闻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礼仪从王平地起，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言佛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陀罗山尼多退出心，若于恩人念念真意，是等被人如履泥陀佛于众车见困见中，祖祖深邃若得一知识，体一见佛或却一佛，是知识有大力故，佛相佛主权临老教，若大平地虚心而路无在经历，世尊喜而众生从见而见，便知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是喜，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舍父以自见如火先翻开，既然有灯火转度尊敬或供养佛像，记住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彼之佛名字，一名一号地令众人耳根，我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感果，彼多而去原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此身亦如是众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花，七七日内光照众生，能使是诸众生用力而去得生人天，受生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我杀害及造恶缘百计鬼神，求诸王两何以故闻所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利益亡人当皆罪缘，转正圣众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我身份，升天天中愿是临终被作眷所造十二因，一令使命众人仰泪对边，万身善处何况令命众人
在身未曾有少善根，各取本业，自受恶趣，何人劝说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去两三日说佛但我强国败尽，或与令人更佛少我，一时之国传佛困众世尊，我观言佛众生但内于诸佛教中，乃至三十一毛一地一刹一尘如是力，悉皆自得所施。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道，便是长者九成无生，华多十方现长者身，和长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师是难言佛地众生命中之后，小大劝说为修功德，乃至舍在朝中善因，使命中人得他利益。即谢陀佛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你，别说是世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的黎明中人，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身不修善因，多造众罪，命中之后劝说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计划无常大鬼不计恶道，明明有生为之罪，佛在七日内如此如龙，活在诸事辩论业果，身定之后举业受身，为车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为得受身，在七夕日内念念之间往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就把过世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静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我见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佛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故人为修应在自处业道，为在世间即应在自私密干财业，不起于地乃至诸事，为现佛身无得现世，如有为师即薄精进，是命众人了不得力。若精进或精奉现佛身，是命众人基本或一时过长者言佛众生，都能为其父母乃至劝说命中之后，舍在供养之心清淡。若是之人存亡或你说是于是道理，天公有千万亿，哪有他言佛归身西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立而对，阎罗王中赞叹并第八二十帖为善，内有无量罪王与阎罗天子俱于道理，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乘鬼王、百无鬼王、邪乎鬼王、智无鬼王、三阳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胆手鬼王、佛事鬼王、诸好鬼王、诸佛鬼王、诸事鬼王、诸财鬼王、诸畜鬼王、诸金鬼王、诸兽鬼王、诸美鬼王、诸尘鬼王、诸名鬼王、诸鸡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叉王、大阿那叉王、如是等大鬼王，个个
于百邪诸小鬼王，今去阎浮提各有所持，各有所住，是诸鬼王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去一道地在一面地，而是阎罗天子无鬼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请这一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大会，已是我等火山离苦，我今有小意识，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此如所闻，无为如说，实是阎罗天子真理。世尊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多罪苦众生，不知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见，即造诸毒有一智是多劫大树善尽是多乃及业障诸恶毒的无方迷人，于今先道而于之言多灾难，此为何事故？而如此路有何一说能知诸毒是迷路人？无闻是于方知先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知识，即其接受引出现道，免诸恶毒之余好得令得安乐，何以之言多灾迷人？此经以后无力是道，此路若则诸难得处，复存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召，临别之时只是要言若前进之际，诸路人若男若女，愿以此路多出度而丧失性命，无令世宗自取其时，是故地藏菩萨取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神人天宗灵寿妙乐，是出罪中之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离。如迷路人误入仙道，一善知识因戒令出，永不复入。奉劝他人普劝莫如此也，今世迷惑得解脱，今更不复入。若在离间有上迷无不觉，就成所罗仙道，或知是命如多而去。地藏菩萨方便离苦，是离解脱圣人天中宣有在入若夜界中，永出地狱无解脱，是而是恶毒鬼王。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我利益人，我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是我眷属有心世界多恶少生，果人家庭我曾一句落转远方，生活有男子女人修谋发善事，乃至宣一番一改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多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今女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徒弟分辨，令为护不令二十恨十二病恨病，乃至不如一时，今于是舍得出，何况入门佛刹鬼王，善哉善哉，汝等其余阎罗难如是拥护，善男你等无依靠，方王帝是令为胡如所是，于是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名，拜佛言：世尊，我本也愿作阎佛人民生死世世，我皆住持在我本愿生于利益，此时众生不会我以知令生死去不得而已。
苦誓言菩提人出生之时不分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曾以舍在此领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到安乐地狱眷属或以身小身无杀害去诸贤为公其参谋其光去眷属应救世肉各月宣官能令子母